我原本是很喜欢喝手摇饮，发现那个身体都不太好，不是很健康嘛。嗯嗯、但是我近期我就改喝，就是米红的高效乳清蛋白。哦。一个是台湾芝麻，然后它是有维生素 E 的哦，就是满满维生素 E。然后还有这个我个人也很爱的喜兰奶茶。我跟你说，小空啊，小空。它是真的奶茶，不是奶精的那一种。然后再来也是哦，我妈妈很爱的芋头。很好喝，但是除了台面上这三种口味啊，它其实总共有13种口味，非常非常多种，有什么可可啊、乌龙奶茶、乌龙奶茶，对，还有紫米红豆那一种，非常非常的多。这个高效乳清蛋白，你就可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而且它这蛋白质里面有18种的氨基酸，对，然后还有3种的 BCAA， 对，因为它这种就是让肌肉合成的来源之一，就是可以帮助你的那个肌肉发育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像这种啊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乳清蛋白就是啊，一定就是运动人才要的，肌肉人，对啊，健身的，我跟你说，完全不是。像如果是没有运动的人，也可以。真的吗？这个啊，它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棒的一点是它的乳源真的是非常棒，它是来自于有黄金奶源之称的，就是在美国全球大厂乳源就是牌子之一，对，所以你们大家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，对，而且它这个里面哦，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没有什么两个颜色，对，我这个是芋头口味的，然后它其实是台湾芋头，然后它下面呢就是它沉淀的芋头，所以它有2个颜色，淡淡的紫色这样子，所以当你在喝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感受到你口中有一点沙沙的口感，它就是100%的原食材。哇，就是原料，对，什么人工色素啊、香料也没有，防腐剂也没有，然后精制糖也没有，也都没有，对，这些完全都没有，然后阿斯巴甜也没有，所以他会觉得就是你喝下来就是会觉得很没有负担。那可是它热量会不会很高？我会说它热量一杯就100多卡而已，哦，那很少。其实它糖非常非常的少，而且我刚刚有说它是100%的原食材嘛，它其实也有配合我们的台湾小农去制作的哦，台湾。所以我们今天带的台湾芝麻，还有台湾芋头啊，然后它还有一个，就是大家一定也就是之后可以去喝看看，就是紫米红豆，对，很好喝，好棒哦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食材沉淀，然后你可以闻它的味道是非常天然自然的，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添加什么香精的味道啊。奶茶其实是蛮好喝。它的是真的很好喝，而且不得不说，因为我的是芝麻，我刚才闻它那个芝麻的香气非常的浓，然后我刚才喝一口，它真的带一点微，有那个微糖的感觉，那个糖我觉得也是我喜欢的，我觉得这个糖分我就可以。芋头口味的也是巨好喝，对，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是因为它有拿到那个世界品质大奖的特金赏，然后特金赏，对，你知道要拿到这一个特金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是因为它的就是品质啊，需要非常的严格把关，就是品质一定要做到非常非常的好，才可以做出像这样我们现在人手一杯喝的，就是白卡美味健康就好喝的一杯，就是高效乳清蛋白，就是很特别，因为它这个是分离加浓缩的乳清蛋白，所以可以让你乳糖更减少吸收，让你身体更健康。它里面有一个一匙就是5克的，就是这个粉，对，勺子这样子，一匙的话加50到70cc 的水，这个其实就是常温水，不能用热水，对，然后就是豆浆、牛奶都可以，然后其实就加进去这样就可以。我早上起来就是这样摇一摇，然后就直接这样喝了。哇，我真的觉得每一次喝下来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，而且真的觉得喝完这一杯，我就有精神跟体力去做等一下的事情了。